你觉得他这样啊，一次作业就是一直放，船一直开一直放，你觉得这个他可以放多长？你觉得一次作业他这样放可以放多长？猜猜看，这条船的长度大概就一两百公尺，船就很长了。十公里，还有其他猜猜看？天文数字哦，很难猜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一次作业是放150公里，一条船的作业就放了150公里。那这150公里就这样一直放，一直放，然后一直抓，一直抓。然后他就从船的后面放出去。这是抓到了以后，那有的时候是活的，有时候是死的，像这个就死掉了。因为150公里前面很早抓到了，那就死掉了。我以为不游泳是会那个窒息的哦。他如果不游泳的话，因为他需要游泳来保持他的那个呼吸顺畅，他需要一直游泳，因为他的耗氧量非常大。好，那他们会量他的体长体重。这个叫超低温急速冷冻，这样子这个鱼都不会坏掉。所以你吃到生鱼片可能是两年前的、三年前的，它都不会腐败，因为它负270度以下，所以任何的微生都不能生存。那这个是混货，因为不一定只有尾鱼会吃到，它其余吃到就吃掉没关系。这是海龟的，海龟需要换气哦，所以海龟就喜欢被抓。还有海鸟，还有鲨鱼。这些都会因为不小心而吃，然后有人说海鸟为什么会吃到？海鸟是白吃吗？海鸟是白吃哦。海鸟它其实是因为那是海龟，它被勾勾勾到嘴巴，然后研究人员把它拿出来。那这个是海鸟，因为那个我们刚刚看那个饵是不是从船上丢下去，对不对？它不一定会沉得很快，它船旁边藏着很多鸟在等吃的，然后看到你丢，它就以为那是它可以吃，它就冲下去咬，然后咬了之后它就被勾住就挂了。所以海鸟的死亡在那个记录上大概一年是几百万只，因为淹死掉的作业几百万只死掉。这是一些研究人员在船上会帮我们解构，如果有机遇到活的那个海鸟，对，它全世界有记录啊，官方有记录的一个淹死掉的钓线的长度，主绳而已，就150公里那个，大概可以绕地球550圈，这是每天在作业的数量，那就是这样就会造成我们的那个渔群资源的下降。像大家说，你政府不把船买回去啊？其实，在现实世界啊，就算政府要买船，也没人要卖。政府要买船，也没人要，因为他们还要去算啊。像台湾其实会鼓励渔民报废那个渔船，那他们还会跟政府说太少啦、不要啊什么。他们其实会很多的意见，所以这个即便我要卖船，真实世界还不见得有人愿意卖，他都觉得还可以抓。还可以赚得到，就很像你还在算说到底我今天要开始休息还是要继续抓一样，他们也会算，我觉得还抓到，还可以撑得过去就会继续做。那像黑尾鱼的总量，我刚讲过下降，它鱼非常贵。那它有个问题，因为黑尾鱼是金字塔顶端的生物，然后有一个叫生物放大效应，就是小的生物会吃到一个毒素，小鱼就吃10只尾生物就10个毒素，然后中鱼又吃10个100个毒素，那最后大鱼吃中鱼吃100条。就1000个毒素，那这么多，最后是人在吃啊。那我们吃，我们通常越顶端的鱼都越贵，比如说尾鱼、秋刀鱼啊，然后那种鲨鱼啊，或是鲫鱼都最贵。那我们就花最多的钱吃最毒的鱼，对。那这其实是很吊诡的一件事情。啊，有人就会哭手，就说如果他戴一个熊猫面具，可不可以不要吃它？我们都熊猫好可爱，我们不可以杀熊猫。你知道熊猫数量可能还比黑尾鱼多吗？没有人管这件事哦，因为熊猫，因为那个熊猫没有在吃跟黑尾鱼哦。那个日本有一个叫三菱冰之旅曲，他们有非常多的产业，他们其中一个就是渔业，他们现在开始大量囤积尾鱼的肉，因为等到下好的时候，他常拿出来卖。海鲜就像股票一样可以去炒作，但是你不会看到有人炒作什么杀那个狮子肉、鹿肉、猪肉这些它都是比较容易取的，所以我们对于陆域生物跟对于海域生物的取决跟看法都很大的差别。那还有犀牛，戴犀牛面具，可不可以不要吃它呢？那还有更血腥的是，如果这是熊猫呢？如果我们今天是抓熊猫来吃呢？对，我们会杀熊猫宝宝来吃吗？不会，可是我们会杀尾鱼来吃，大小都抓。这是在鱼市场卖尾鱼就这样卖。那如果我们在鱼市场是卖熊猫呢？好可怜，为什么要杀我们？保护动物嘛，不能用可不可爱？这绝对是错误的观念。可爱保护不可爱去死，要杀鱼死光，这是不对的。
所以其实我们不应该用这种心态来 做这个观念的判断。那另外一个是拖网，拖网它的可怕是这边有两个板子，上面有浮球，下面有铁链或铁条，所以拖过去之后四面有力就会张开嘛。那张开之后比较可怕的是这个叫底拖网，它拖过去之后海底就会被刮坏，然后拖网是没有节制在抓的。这个是珊瑚礁，这个是拖过去以后网子什么都缠在上面，然后下面就沙漠化，拖过去就不能够复育了，这样珊瑚礁复育至少20年到30年，那它的那个成本效益是非常高的，它鱼就被挤在后面挤了乱七八糟，它没有被禁止哦，没有被禁止，对，因为就是因为没办法禁止啊，政府不敢禁止，哎，而且台湾是有渔业署，我们都开玩笑说那个叫渔民署，哦，它不会，它是站在渔民那一边的，哦，像我们现在讲护渔嘛，请问我们护的鱼有没有三点水？哦，护渔你是要护渔还是护渔？不一样。保护渔民还是保护渔群，不是讲那冲之鸟叫护渔啊，可是都是护渔民哦。我们不管那边的鱼的情况，都是在护那些渔民，所以这是要去思考一件事情。那问题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它的会获率达到六七成，也就是我今天拖网上来100公斤，我有70公斤可能是不要的，甚至人不能吃的，就像这样一堆在这里，然后他们都白死了。我觉得有价值的利用是 OK 嘛，但是你这样子在利用什么，我无法理解。啊，大家要做这件事，因为他们可以为了这 30% 跟 40% 的利润来做这件事情。这一堆只有这几只要卖，其他做饲料；这一堆只有这两只鳗鱼要卖，其他做饲料。他现在甚至还会拖到垃圾。他这有一只鳗鱼有看到，其实再给他两个礼拜，他可以长到很大只，他的价钱会非常高。它现在在这一堆里面叫称斤哦，称斤，然后一公斤等10块，甚至不到10块卖给做饲料，所以这样子的资源是非常非常浪费的。它后来不然会丢掉，船装一下就丢掉。它拖网过后鱼是不会活的，这个很有趣，这是去年的一个新闻。这个叫塔陶啊，是一种那个经济性鱼种，它突然量暴增，所以这一条船很有趣，它先拖了20吨，很开心。他觉得还不错，再拖20吨，对，全部应该先拖10吨，再拖10吨，全部拖了20吨在船上，开，发现船要沉了，他就把10吨丢回海里。那这10吨都不会活，他想说，他是白痴吗？他不是白痴，同样的道理，我不抓他抓，他不抓你抓，所以我要通通把他抓走，你们都不要抓。这就是对海洋资源啊，大部分人都是用这样的想法在处理，所以他们的这样的观念如果没有改正啊。继续下去是会很大的危机。那好，又不想抓海龟，这个是刺网，那这个是拖网。那这对于海洋生物来讲，我们常在讲，目前我们在做海龟研究啊，海洋生物，尤其是海龟，最大的敌人还是渔业行为。好，我们这今年年初抓到大概有将近50只死海龟，很多身上都有鱼线啊、鱼网啊，对他们的影响都非常大。那这个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拖网。然后这是在外国有在做的，目前被禁止了。在禁止之前，它是有在作业的。你觉得这个网子会多大？一个网子，一张网，一架飞机，一架飞机哦。因为时间有限，13架波音747，一张网子13架波音747，这是科技历史啊。因为以我有钱，我就想要做更大的网子，我想要赚更多的钱。那我一样，老问题，钱从哪来？资源。所以，当我捞越多的鱼，我就有越多的钱。对，那这个是需要去调整的一个心态。那再来是这个，为什么讲布拉鱼？因为布拉鱼也是拖网抓的。哦，那大家常常会探讨这个问题。最近可能要出来，因为只要 Seven 100出布拉鱼预饭团，环保团体就会去抗议。对，那我的研究是做这个，我的硕士论文是做这个，所以我可以让大家来了解正确的知识，因为新闻媒体都不知道在乱讲什么。他大概是0到1岁，那我想请问一下，知道这个字能读吗？我平常你看到是口字边啊，我让你知道正确的字是鱼字边，一个鱼在一个物哦，哦，男子墨，你要打注音请打墨，哦，所以它其实是谐音哦，布拉墨子鱼，布拉鱼。那这个鱼，请问你觉得它是100多种鱼？我们常会在讲这件事，常会讲这件事嘛。哎，你这样一口就吃下100多种鱼的小鱼啊之类的，
你觉得是？有没有觉得是的？我们的波浪还是100多种，两种，觉得比较，因为反正没那么多啦，没有100多种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大概是蹄科跟肺科，这个念蹄，这个是肺，这是我们常见的波浪蚁，长长的，然后上面有黑点点，好，这是常见，大概是这两颗。那你觉得它会再长大吗？还是就不会了？觉得它可以，我刚吃完说0岁到1岁了，它可以1岁就成熟，可以哦，很多很多的是1岁就成熟了。那你觉得它这个 size 不会再长大吗？会，会，觉得会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鱼类资料库，我觉得它有出现的鱼都会被记录在这个资料库上面。如果你有兴趣，可以去找来看。蹄科跟肺科，这个是日本蹄，最常吃的就是这一种。来，它可以长到16公分。好，16公分多大？就这样子啊。哎呀，16公分，那长那么大，它大概是什么鱼呢？它其实就是沙丁鱼，它是沙丁鱼的雌鱼。那为什么新闻报道都会跟我们说，欸，它会死掉，它长那么大就死掉了？那个不叫它长那么大就死掉了，因为鱼类它们本来就是鱼海战术啊，就是我好几个殖民就随便去死，然后死到最后就能够长大。那它们本来就有很高的死亡率，它有很高的死亡率不代表它就长这么大，这是两件事情。因为它死掉的原因可能是被别的鱼吃嘛，所以我们这个叫做跟鱼抢食物。我们可以吃正常鱼，为什么要吃跟鱼抢食物？那你就会间接造成资源的一个浪费。然后再来就是他们脱网，脱网就是我们刚刚那个问题，100多种小鱼嘛，其实不是真的100多种小鱼，是在脱的时候会脱到100多种小鱼。因为脱的时候，你想看波浪有多大，这样的，你觉得它的网子多大？那洞大概只有水流过去。那我今天脱网，今天船开过去，我真的只脱到波浪鱼。我只拖到这几种蹄科跟肺科嘛，没有，我还拖到小只的石斛鲑，很可爱的，我还拖到小螃蟹，我还拖到一些小型的经济鱼种，什么马吉拉啊，像刚刚那个帕桃啊，它的小鱼如果在河口附近游荡，都会被拖走。它为什么我吃到嘴巴或者在超市都很干净？因为它挑过了，它今天挑过那个价钱很低哦，所以它们在海上会先做筛选，筛之后那个杂鱼的鱼苗会浮起来，它就把它倒掉，它一样不会活。那就剩下下面就是我们常吃的鲑鱼，就拿来穿烫，然后就上菜市场。所以其实这样子的资源也是很浪费，而且它有2条船拖跟1条船拖的。你觉得这一碗的几位？这一碗大概是，大概多大？大概顶过这个盒子吧，顶过这个盒子这么大而已。5500位。那你想想看，这一个保利龙虾的几尾？对，它的几尾被压烂了，因为不值钱嘛，才几尾而已。那这个几尾我是不知道，反正就是非常多。那你知道台湾有一个东西叫做渔业年报，渔业年报会统计台湾每一个鱼抓多少量这样子。那波浪鱼不可能用尾在算，然后只算什么？所以波浪鱼只用手在算，然后吨嘛。那哪一个是波浪鱼呢？墨苗鱼业就是波浪鱼，2013年1081吨。我们的波拉鱼可以抓到1081吨，那这件事是很可怕啊！就很多人去跟渔业署抗议啊，说这样不行，会抓完啊。然后渔业署说好，我们来设总量管制，总量管制就是不能够超过这个量，我们不能够抓超过这个量。渔业署说好，我们来制定总量，超过我们就禁止捕捞，这是很合理的一个做法。然后它的总量定2000吨，2000吨，就这样。然后我们每年会下降，会修正。现在忘记是1000多了，反正超过不了这个数字啊。那这个总量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几个一些关心海洋团体在推，就是海洋署或海洋部，就是只要跟海洋相关的问题，都需要靠这个部门来处理。不然这些渔业署就待在渔民那边，渔业相关法规又不会成立。现在台湾要变成红牌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是红牌？你知道吗？就是跟足球一样。只要红牌判给台湾所有在远洋抓的任何一条鱼，全世界都不能卖。对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台湾的政府不制定更严格的法规。之前被判黄牌的时候，去年被判一张黄牌，然后就跟你说你要修正你的渔业法规，你要改严格一点，我才要让你加入我这个组织，可以去贸易贩售。那台湾的立委啊，我们就不知道乱来干，然后渔业署也不愿意去做这样的调解，他现在要被判黄牌，我是还蛮希望被判黄牌。我很开心，因为他的执法不严，这些鱼都是波浪鱼，我们其实不用跟他抢。所以如果你要有正确的观念，就是我们吃到嘴巴的只有几种，这几种，
但是我们捕捞的时候捞太多，那再来这些东西啊，它们会长大，只是死亡率很高啊。我们留给海洋生物吃，对，它们是小鱼，哦，它们的死掉代表浪费哦，给人类吃就不浪费吗？给鱼吃才也是很好的，为什么给人吃，给鱼吃就叫浪费，给人吃叫不浪费？这个观念也是要去做调整。那这件事会讲到这个，这个图我跟你解释一下，上面这条曲线是高科技，下面这条曲线是低科技。那为什么我们现在鱼会抓那么多，而且抓那么快？就是当我们的科技的能力很低落之后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用三板，以前的渔网都是用棉线编的，现在都是尼龙，而且大家知道。当我今天是小船，没有动力，我的鱼抓着抓着，当今天鱼群慢慢靠近黄色，就是要变少的时候，我就抓不到。为什么我抓不到？为什么我科技不够的时候，我在鱼群变少的时候，我就抓不到鱼？因为我没有办法到更深的地方，我没有办法到更远的地方，因为我的科技就得到这边了。那今天我如果我的能力很多，我可以做像十三加波七十七那种网子。今天不管鱼有多少，鱼有绿色我当然抓到，黄色我也抓到，接近红色我还是抓到。那我们就会让这条线慢慢靠近你，因为现在科技太发达，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后果。啊，这是看下一张图，以前的人很瘦，鱼很肥，现在人跟猪一样，啊，鱼很小，哎，这是我们要去反思的哦。然后我们有人就讲说，以前的鱼很大，啊，这个箭头是如果我们再这样吃下去啊，慢慢的我们会只剩下浮游生物或者是水母啊，或是很小的鱼可以吃。科学家统计，2048年就可能没有鱼了。2048我们应该都有机会遇到，哦，就没有鱼了，消失，没有鱼这种生物了。那我们可能去点海鲜粥，上面都是藻类啊，浮游生物。老板给我一个浮游生物粥，上面就很多黑点，这样都不用咬，没有鱼刺味。那给我一个水母锅，就是打开火锅就一个水母，对不对？这样这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。对啊，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话，你可以去看这个叫海鲜指南。海鲜指南它是告诉我们说，你要怎么选海鲜，对于环境会比较友善。它分红绿灯，比如说绿灯，绿灯就是它长得比较快，族群数量还蛮多的，所以你就可以去比较，不是说疯狂吃它，就是选它是对环境冲击比较小的。那黄灯就是也是尽量不要吃的，譬如说曼波鱼最近已经被列黄皮书，黄皮书就是世界禁止贸易，但是这个叫做世界禁止贸易，台湾是可以自己抓自己吃的，那是各国的法规，我们不能够抓来卖给别的国家。可是我们抓来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卖。那今年也有那些环保团体去跟政府说，欸，我们列为那个红皮书了，为什么花莲还在抓嘛？然后花莲的渔会就说哪里有很少，我们今年还抓了几千只，每一只只有这么大。餐厅都大，看到没？每一只都这么大，这么大。欸，照曼波鱼可以长多大吗？这么大？那是最大的，可以到这么大，到天花板。对，那这个叫做。他们抓了几千只这个，当然他们刚出生这么小啦，只是我们捞到的是这种大小，然后大概今年抓几千只都在花莲，然后就是我刚讲的啦，你跟他说要绝种了，他跟你说抓得到，那你要怎么算？那这不是科学家不努力哦，因为鱼会自由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去算。像生物的数量最好的就叫捉放法，捉放法是用陆地上的时候，比如我今天抓了十只做标记，然后放回去。等到过几个月，我再抓，发现有一只有标记，我就可以用比例来换算，说这个山头有几只嘛。鱼不行啊，那鱼它很大的有在做，它会做标记，把鱼上面做标记。然后你渔夫抓到可以打电话通报，我就用多少钱可以买。可是有的人没有啊，他抓走就吃掉啊。你写中文或写英文，然后我外国人才不理你，就吃掉的。所以鱼的统计是非常难的，那这种问题就会一直产生。好，那简单来讲，这是黄的。就是黄的都很多，鲑鱼，鲑鱼最近也少吃哦。最近那个外国养殖鲑鱼已经通过法规了，可以有一种叫做基因改造鲑鱼，可以贸易流通哦。他把另外一种鱼的基因放到这鲑鱼里面，鲑鱼可以在短时间内长得很大只，哦，它成长速度可以加快。它目前没有办法确定基改会不会造成身体危害，哦，可是少吃啦，少吃一点。红灯就不要吃了，那苏梅就是最近比较红的。那个拿破仑龙王雕就是这一类的，被杀掉，在绿岛被杀掉红灯，然后尾鱼是因为要消失了红灯，鳕鱼也是快变少了红灯，这些是尽量少吃的一类鱼。那海马是中药，然后豆腐鲨已经禁止食用，在台湾是禁止食用，
这是一个它的原则性。那这些你可能会看不懂，跟大家讲怎么挑，就是巴掌大的鱼，尽量不要超过巴掌大，因为巴掌大的鱼大概就是生得快，繁殖也快。然后银白色的鱼，因为银白色的鱼通常不是珊瑚礁的鱼，你把珊瑚礁的鱼吃掉，珊瑚礁也毁坏。那珊瑚礁是全世界哦，叫做海中的热带鱼，它制造氧气不会比热带鱼还要少，因为它们非常，它们一样做光合作用。所以尽量挑巴掌大的鱼，然后是银白色，不要挑彩色。然后如果还不会，怎么分辨呢？买便宜的，就这么简单。便宜的代表它量多，便宜的代表它目前的状况很稳定，才会便宜。你不要去买贵的，那如果我们有时候我不吃海鲜，怎么爱海洋？这个很简单，就是我们的团体一直在推广的事情，就是这个是什么？知道吗？巨蟹。这一只巨蟹非常的小只哦，这是我同一只手表。那这个巨蟹大概就是我卡西欧的欧的那个大小而已。那为什么要放这个？因为巨蟹从出生到死亡都是不能够自己制造壳的，它都需要靠别人壳生活，所以才叫巨蟹。哎，那它今天这个壳怎么来？就是螺啦，螺会死掉，小只的螺死亡率很高，所以也有这种小小的螺壳，它就住在那个螺壳里面。它现在巨蟹会住在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里面，因为我们很习惯去捡贝壳，还从小就叫小朋友捡贝壳。我们海洋教育第一步当然是去认识它，捕捞也没有关系，而不是一定要放回去。哦，拜托可以，你可以捞起来看，可是可以放回去。那台湾人是捞起来就带回家，巨蟹带回家养，小鱼带回家养，小朋友不会养，自来水弄就挂了。因为鱼是要养在咸水的，所以这样情况下，贝壳减少，他们就只能住垃圾，因为垃圾变多。啊，他们就有很多问题，比如说像这个，这个没有放就算了。像这个，他们住在这个壳里面啊，都不舒服哦。那个螺壳是不是螺旋状？这里都没有螺旋状，这都是一个空腔在里面，所以就会造成他们很大的一个生态问题。还有这个，那个巨蟹住在那个娃娃的头。那个洋娃娃头就长这样，然后它就变垃圾，它那个寄居蟹住在里面，就在那个地方。对，啊，这在绿岛，哦，一个朋友拍的照片，他就一个头在晚上的夜晚在海边爬行，然后他们刚好去夜观潮间带，然后就看到鬼那样子，哦，那白痴。还有新闻报道，因为那个朋友就把照片放到 Facebook 了。然后因为绿岛很多观光客去捡完了都没有地方住，真的找垃圾，所以就是那个居住环境的问题。那这个就是垃圾问题，这个叫塑胶袋，这个叫水母，海龟会吃水母，所以它会吃错。哎，那海龟它吃错有个问题，它们嘴巴里面啊很多倒刺，倒刺就是软软的刺啊，让它吃的东西不会再反吐出来。啊，它今天吃到塑胶袋，它们没有味蕾的哦，它们没有味觉。像吃到塑料袋之后，他就也不知道，反正就像海菜一样，我就吞下去，然后就会直接吞掉。大部分是有机会大便大出来，可是如果你不行，会阻塞在你的肠胃道，它就会死掉。这张是在苗栗拍的。那其实台湾本岛全部的海岸线都有海龟生态，现在因为破坏的关系都没有海龟，基本上只剩台东、花东一带的海滩零星海龟散了。啊，这个是那个屁股有一个垃圾。哎，这是饿肚子的意思 哦，因为这是它的肋骨，所以饿肚子就会凹下去。那，啊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当你今天没有力气、没有觅食，就只能吃被动的东西，被动的东西垃圾最多，它就会一直饿下去啊。然后，你看知道，这个是我们一个朋友，他在那个小琉球潜水教练，他就看到一只海龟，因为小琉球海龟很多，就怕。